这才是西藏最值得去的七个地方。第一，来古冰川，它是全球三大冰川之一，拥有西藏最大的蓝冰群，也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逐渐消融。第二，西藏最神秘的地方——阿里的古格王朝，这个地方曾经有过一个辉煌的国家，但是在几百年之前，一夜之间所有人都消失了，至今也是一个未解之谜。第三，西藏最美的土陵——扎达土陵，位于西藏的阿里地区，这个地方在几万年前还是一片海底。 在阳光狂风暴雨的同时作用下，形成最美的土陵景观。第四，西藏的三大神湖之一纳木错，它是西藏最大也是最美的湖泊，无论北岸的圣象天门还是扎西半岛，都是非常绝佳的观影位置。第五，西藏最美的山峰南迦巴瓦峰，它与山脚下世界最深的峡谷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形成了雪山与U型峡谷的奇特组合，这在整个世界都是非常罕见的。第六，布达拉宫，它是世界上最大也是保存最完整的宫堡式建筑群。 同时，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座宫殿。第七，西藏最神圣的地方位于阿里地区的冈仁波齐，它被全世界的佛教信徒奉为世界的中心。这七个地方你都去过哪些？